老弟回来了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馄饨里的麻辣烫。走，起锅烧油，把切好的蒜末放入高汤，加半块火锅底料给它炒香，加水烧开，这火锅底料它就化了，给它搁了搁了，汤汁好吃的关键，给它加一盒牛奶，继续烧开。烧开之后，我们把料渣给它捞出来，看着浓郁的小汤底儿，大火给它咕嘟开，放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，把不耐煮的先放进去煮一会儿，看满满一大盆的配菜，把剩下的配菜也搞里头，青菜最后下，给它煮个十分钟左右。现在咱们来调一个灵魂配料，麻酱是我事先稀释好的，加入酱油、蚝油、陈醋、麻油，可以多搞一点，一大勺白糖、味精，给它搅拌均匀，煮差不多了，加入我们的灵魂配料，搅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。东北麻辣烫，咱都用盆吃啊！哎呦我操，这黏糊的，哎呀，老有食欲了。滚住啊！别看了，麻了麻了。看看俺们东北这黏糊麻辣烫有没有食欲？香喷热乎，还带冒烟的，你就造吧。哎呀，给我差评价，咋样？啊，评价的，你怎么说？举起三万户，评价的，说话呀！这是个什么呢？馄饨里的麻辣烫。没了啊，没了，家人们，没了。